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贤俊。那我今年2011参加 YMCA Camp， 我觉得很值得，因为在出国之前，台中 YMCA 给我们很多资源，给我们很多协助。那你可以有一个安心，有个后盾可以出去，然后体验这两个月的美国生活真的是很棒，是你一生难忘的回忆。我在那边也认识很多朋友。所以我觉得 YMCA 班的活动是非常棒的。那如果你还在犹豫的话，其实不用犹豫那么多，你就来参加他们的说明会，或者是你也可以问我们一些曾经参加过的学长姐，都可以给你很多支持协助。所以不要犹豫，马上参加。好 ，OK， 电话就在这边。对，就打这次电话。对，电话。拜拜。